为您报道，由国发基金入股1.15亿元的三顾生医传出企图倒卖技术给中国，想不到卷入这起案件的副董事长陈宗基争议案件还不止这桩。8月28号，他前往士林地检署说明相关案情之后，在庭外开记者会，说他被泼脏水、抹黑、抹黄又抹红，结果现在又被指控整个记者会的过程都涉及造假。今天下午，士林地检署更主动简报分案调查，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请资深司法记者林俊宏来告诉大家。是主播，其实这一宗发生在士林地检署门口的一个记者会，可以说是史无前例，企图利用不实的一个舆论来操弄司法的一个经典案例。怎么说呢？其实这场记者会就发生在上个礼拜8月28日。当时呢，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中有两家电视台，包括 TVBS 以及东森，都到现场来采访。大家刹那间还以为说这是一场真的记者会，也就是由陈宗基他到士林地检署出庭应讯后，企图透过媒体来诉说他这一阵子所遭受到的委屈。但是没有想到，这是一桩从头到尾精心设计过的一个阴谋。因为从这个画面中可以发现，TVBS 跟东森的一个麦克风的麦牌，他们被造假。从画面中我们可以来比对 TVBS 的麦克风真正版，它的一个字体大小跟假的它的大小、颜色、字体几乎全部一模一样。可是线上记者发现，仔细一比对，在这个 T 的字体的大小里面，这个 T 横的一杠里面，它的粗细略有不同，而且 VBS 三个字的大小也不一样。各位可以看到，真实版的字体比较大一点，假的比较小。而且在两个的麦克风麦牌的留白数 ，TVBS 比较留白数比较少，但是假的比较多，所以这一眼其实就被线上记者发现说，这一场公开的一个这个在士林地检署门口完全不把司法机关当作一回事，居然公然在地检署门口前公然犯罪的这一场假的记者会，居然涉及到麦克风造假，而且这个除了 TVBS 以外呢，东森其实因为他们最近为了因应亚运即将到来，为了展现东森电视他们在电视台即时转播的一个能量，所以他们近期其实早已将他们的麦牌全部都改成亚运看东森。没有想到这个不法集团他利用的是假的麦牌，也就是旧款的东森 EBS 的一个麦克风麦牌，所以当这个画面一呈现在网络新闻一出来之后，其实明眼人一看都知道 TVBS 立即就发表声明说，表示他们当天其实并没有派出记者到现场来采访，而且该公司的内部也没有这一则稿单，他们确定他们的麦牌是被造假。另外一家东森电视台也强调，其实麦克风是被伪制，因为这个麦牌两款的形式不一样，当天他们也没有记者到场来采访，公司内部同样没有这一则新闻。那么公然在地检署门口做出这样的犯罪行为，地检署已经进行相关的一个了解。那么其实陈宗基除了这个卷入这一场假的一个记者会风暴之外呢，其实他向来在这个生技圈还有生技金城武之称，其实他过去以来向有几宗大的一个争议。因为他担任这个三顾副董事长的一个期间呢，三顾是由国发基金，也就是由全民纳税人所来投资。那么因为这个中间投资的过程当中呢，有曾经企图透过 LINE 的一个工作群组，企图把这个三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营业秘密转移倒卖，用50亿元转卖到这个中共。那目前当然虽然这个后来被踢爆，所以没有成局，但是因为有国发基金挹注的一个色彩，也就引爆了踩到政府红线的一个争议。那么另外呢，其实陈宗基过去他还曾经用个人的名义，企图这个盗用高雄义大院长杜元坤，也就是膝盖软骨治疗之父之称杜元坤，他的一个软骨计划的一个数据，想要申请经济部工业局3000万的一个补助款。那么后来因为被杜元坤发现说这个计划根本不能够授权给你，所以后来也告吹。除此之外，他这一次又卷入了这宗有假记者拿着假麦克风来采访他，究竟与他有没有关联，这个就有待检调以及 TVBS 及东森提告来了解真相。而其实过去国内外以这样子不实资讯误导大众的个案也非常多，我们要继续请俊宏告诉我们，有哪一些经典的假新闻事件造成了哪些影响，又是什么原因要这样自导自演制造假新闻呢？
那除了这个这一起假记者拿着假麦克风的一个假采访的一个新闻事件之外呢，其实台湾最经典的一个案例，莫过于前行政院秘书长林义士他在十多年前所卷入的一宗贪污案。当时他涉嫌向这个地勇炉渣这个业者索贿6300万元。那当时他为了索贿，他其实跟这个地勇的负责人陈永祥直接开口的过程里面，被陈永祥偷偷的录音收证。为了吹嘘他的本事，他其实还跟陈永祥说，国库的银啊都是我在等的，行政院只有三个人上班。这一番话也让这个陈永祥更加相信说，林义士有办法让他拿到这个中钢子公司炉渣的一个这个工程款。后来呢，除了这个林义士吹嘘这段过程，其实他当年曾经被一周刊整个踢爆，但是没有想到林义士大反击，他当时在行政院召开记者会，痛批一周刊说，有本事你就把录音档拿出来，拿出这些一刀毙命的证据，让检调好好去查。没有想到后来一周刊果然就把完整的录音档全部公开。那么林义士虽然辩称说这个录音档刀遭到剪接，但是最后他还是被一周刊提告这个诬告罪，除了他本来的一个贪污罪遭到重判，最近他也因为这个诬告被判刑5个月。那么除了林义士以外呢，其实这样作假的新闻里面还出现在这个前立委李鸿钧他的助理张书伟。当年这个4年前的一场这个媒体的一个春酒宴，张书伟曾经这个跟媒体参叙完之后，带了2名记者到 KTV 去欢唱，但是没有想到他在 KTV 里面伸出了咸猪手，他对了其中的一名女记者不但趁机袭胸，还用手肘在故意拐了另外一个女记者的一个胸部。其中一名女记者离开之后，他又假装酒醉，希望最后那名女记者能够送他回新庄的服务处，但是没有想到半途他要求司机进入到这个汽车宾馆里面去。那后来就在这个一周刊也对他踢爆这件事情之后呢，没有想到张书伟居然开记者会，在所有媒体记者面前，他不但痛哭流泪，强调绝对没有这回事，还说是女记者为了跑新闻设局陷害他。最坏的是他在这场直播由 SNG 直播的记者会当中，他把被害人的姓名完全公诸于世，后来也让这个女记者根本没有办法在媒体圈待下去。结果他最近不但遭到重判，这个受访的这个被侮辱的记者也对他提出加重诽谤罪的告诉，甚至法院也判他必须赔偿80万元。那么除了国内经典的案例以外呢，其实在国内也有发生相当离谱新闻造假的状况。那么这宗案例是发生在这个2017年美国佛罗里达州，当初坦帕市发生了一宗连续4宗的这个杀人案件。当时美国的一个警方正在召开记者会，跟这个社会大众交代这个歹徒的行凶有多么的凶残，呼吁民众要注意。没有想到旁边的一名这个黑人的女这个手艺官突然入场，在旁边就这样瞎子乱比了起来。他比的天花乱坠，比这个我们打棒球的一垒指导员还要夸张，还要离谱。后来看到了这个口译的民众，根本就完全不晓得他在比什么东西。那最有名的一个案例，其实约莫在10年前，当时南非的民主教父曼德拉他逝世，那么南非政府为了这个向各国政要召开这个国际记者会来悼念曼德拉，当时也出现了一位假的手艺官进场乱比，遭到国际的一个大罚的痛罚的一个谴责。那么以上就是这个相关的一个类似的一个案例。